是一种重游记的历史流程，聚集的太极功夫艺术。该这个节目是有北川太极功夫联谊会会员表演，一直以来的到北川明治三坛鼎力尊敬与支持。所以太太不一样激动不大为了打出来这边干脆
国庆节，在这里我们祝大家节日快乐，祝福中国明天更添繁荣，昌盛泰国民安，同时祝福中泰友谊地久天长，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永远，无论你我与他都常打扣，但是中国人会把这些打扣放大的不一定太大的也是他们的人员是走了他的必须采访走他的他的那些每套距离来不搞何为我们他必须他发展的人员一起来从他打算那是他好害你的他害心害苦苦没得老大好不好